这组名噪一时的工笔重彩肖像，史称铜光十三绝。画中所绘十三位人物，皆为同治至光绪年间驰名京师的京剧名角，也是后世公认的中国京剧艺术的奠基者。从徽班领袖、京剧鼻祖程长庚，到伶界大王谭鑫培，再到梅兰芳的祖父梅巧玲，当古老的画卷徐徐展开，呈现在我们眼前的是一段群英聚会的历史，是一个定格血脉惊魂、不可复制的华彩瞬间。
滚滚